真耶稣教会奉读圣经，提摩太前书第一章，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，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，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，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，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，这怎是只身辩论，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。有人偏离这些，反去讲虚浮的话，想要做教法师，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、所论定的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，只要人用得合宜，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，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、不虔诚和犯罪的、不圣洁和恋世俗的、弑父母和杀人的、行淫和亲男色的、抢人口和说谎话的、并欺假事的，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。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，因他以我有忠心，派我服侍他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、逼迫人的、侮慢人的，然而我还蒙了怜悯，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。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、不能看见、永世的君王、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我儿提摩太啊，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，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，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。有人丢弃良心，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，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，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，使他们受责罚，就不再棒读了。